지 진불 돌돌 김민성 오늘 모금 진불 외계도 방글 탈놈 산도 실물도 뚱바 특지 잘라 점서로 이제로 버튼이 점검서 저거 특집 점으로 일어 지금의 반소자라 소란데 공주 도반 버를 신지로 나일까다 올라다 놓으죠 그럼 도담이 가는다 좋아 근지 단절가도 더 그주 단도 남가도 면버 샘샘 단지지 돈도 안돼 나는 뭐다 양도 버저버 산지지 공공 버치 또 버셔 대입실도 담비 주간 죽산에 또 냐없어 나로 지고 냐비서 면샬 좀 저도 특히 받은 최대 산자 왜냐 태 변우 집의 이체 종생 请 다자 가우상 수생 부디싱 好 电视网络面前的各位法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做一些佛教方面的教育。那么首先我给大家念几个传承，我先给大家第一个传承呢，八吉祥的传承，这是我们拉颂可颂经里面有，其实这个八吉祥经呢主要是由。 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如来的这个名号，就我们祈祷这些如来的话呢，那么就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圆满成功。所以，我首先给大家念八吉祥的这个传承啊，然后呢给大家念一下文殊赞啊，就那天有些道友呢。 一直请求要念一个文殊赞的传承。首先念八吉祥的传承，我们当真能到让人能这个专心做这项的举办。三界九等根本保不住，我跟那众多都专心修，专门加入在等端着我。先不讲后给这花旦吧，跟那公巴接着这把的，他们把他们把这这花旦呢，甚至他们这拉公这个，又怎么在把这花旦呢？ 对，如说法教了，上次罗文讲不是讲了法当多经，虽然说我们公婆相不和，再一年我值班难不是责任，那么跟人帮忙做更多的，好多解法可好像，努力了，认真嘛也，上次罗我们扎西花的经常，相信这话讲了，上次罗认真的做扎西才行，农村我们咱有我干嘛了？年长东到彭祖花的，那么人讲说我们讲过了的，认真。 当初阶级政治正，初对家人执政积极嘛，告诉我长辈患的，这些老毛家老乡子咯，三八七八点钟出门，我们都难得见过，有个是中文不接不当，是吧？我们南头这点老人口罗当，这些老通通通都进去，不管来政治对，讲政治，啥子我们都给老这些，一等讲话讲老乡子咯，都走当的了，下个准备了，各方人员在外关心，都懂环保三多一进去，这些对老百姓做不了少。 中东人工部长和杨老师，我们这儿都跟各部就这一群人，这儿那到了是。其实你东哥这种事情，你这个我们咱干到这，做人嘛，人们都多了，就是说，老老些他这样，老这样，他总是他这种人，每年过年节时候，总是。我们这儿东哥，你哥今年上座了，这农村里头咱三千多，用的那多，简直都。 就这种叫你讲出道路门神，讲过来，俺俩都马拉巴扎纳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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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巴扎
好，接下来，主要今天给各位传送的
法王如意宝造的舍利道格的传承。这个舍利道格呢，应该属法王的教研当中啊最殊胜的最坚要的一个窍诀。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老人家在住世的时候，不管是传先祖或者是传密宗，开土的时候都要讲一遍舍利道格。而且当时上师也告诉我们，以后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弘扬佛法，或者说在任何一个地方自己行持佛法，在这个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念诵或者说是传讲舍利道格的话呢，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违缘，那就是不能这个危害你，也就是说呢，能战胜一切邪魔外道，一切障碍，一切违缘。所以我们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修持正法呢，当然有很大的困难。有些人心里面很想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可是呢，经常遭受一些内外的违缘啊，内外的违缘。我们要战胜这个违缘呢，作为一个凡夫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强战胜所有的这些障碍是有一定的困难，一定要借助上师三宝的加持，佛和菩萨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才能我们战胜一切障碍。所以说呢，我希望我们有个别的道友经常认为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不顺利，或者说自己的修行呢有障碍重重、违缘重重，有这样的这种看法的话呢，那么大家一定要一心一意的祈祷这个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上师，然后经常呢多年下舍利道格这个舍利道格呢，我们曾经也给大家翻译过这个念汉文念藏文都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我们呢应该大家念诵这样的这个舍利道格的话呢，那么上师的教言的力量，也就是说佛和菩萨的这种金刚语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一个殊胜深奥的缘起。所以呢我想依靠这样的清净的心，诸佛菩萨的加持，法愿法王的法愿力，那么聚合这些因缘的时候呢，相信你相续当中的一切不顺、一切障碍呢，就全部会消除的。所以说今天呢我想特意在这个网上呢给大家传授这个舍利道格的这个传承。那么这个舍利道格呢应该说是我们也是在上师面前前前后后也得过许多的传承，所以呢应该说传承是非常清净的。再说呢，这个舍利道格的内容呢也是作为我们现在忙碌于生活当中的有些修行人来讲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舍利道格当中就文字不太多，但是它的内容呢已经涵盖所有的先祖密宗的教法首先呢舍利道格的应该说是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们在魔法时代的时候遇到了殊胜的秘法就遇到了殊胜的秘法呢是千百万劫当中是难以得到的，如果有缘者的话呢，即使修行六个月也能获得成就的。所以希望呢我们不管是血线种的血迷种的，应该对迷种要有清净的信心，不要呢有排斥的这个心态。如果有了排斥的心态的话呢，那么对迷种没有什么损害，对你个人来讲呢有谤法罪的果实。所以谤法罪的人呢，不管是学什么线种，学什么其他的净土宗，他不会成就不会成就。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自己有能力有这方面的因缘的话呢，好好的修持无上大圆满为主的密宗所讲的教言。如果自己在这方面的善知识和法本等各种因缘不太积聚的话呢，应该用清净心来观这也是
十方诸佛菩萨的一种神神教言啊，应该我们这样来看待，就是前往呢不能像这是这个藏地的一种这个教法，就这是我们学寒川佛教的没有必要，就是学这种话，那么这样的邪见这样的信念呢没有必要的。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需要有个成果，不要呢有这个失败啊，就这是法王如意宝在僧尼道歌当中的第一层内容。第二层内容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发无上的这种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在这个宣讲如菩萨心论的同时，给大家已经再三再四的讲过，应该在座的各位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啊，会有一定的认识。当然你们当中如果以前没有学习如菩萨心论的话呢，我是这样想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所谓对佛法的了解呢就非常困难的，非常呢希望大家这个学习如菩萨心论。当然我并不是是你们学习如菩萨心论是为我啊，我自己来讲呢有一个人也可以，有一百个人也可以，无所谓的。但是对你们个人来讲呢，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呢学习佛法是没有系统性的啊，没有系统性的。所谓的佛法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或者是研究的话呢，的的确确是里面的很多道理是不懂的。最近我听说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菩提学会里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的相续稍微有所改变。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呢，的的确确是心里面很高兴。我现在辛辛苦苦的传讲这个如菩萨心论的主要的目的呢，不管是我认识你不认识你，凡是每一个人呢有了这个学习如心论的这个人的相续有所改变的话呢，那么这就是我冒昧一求的一个愿望。因此呢非常希望这个学习就是这部如心论。因为这部论点呢，不管是印度、藏地、汉地啊，是哪一个教派哪一个宗派都可以学的。因此呢我向你们以前没有学过的没有参加过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这种各种方式来就是报名然后学习的话呢，也许对你的这个修行和身心呢就是有所改变。如果真的有所改变的话呢，那么一定要就是自己重新这个定位，也重新呢应该就是做一个大乘佛教徒发菩提心的人了就这是我们法王如意宝在僧尼道歌当中的这样的第二层内容呢，就是说要大家好好的发菩提心。那么第三层内容呢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这个轮回当中要获得解脱的话呢，一定要有一种处理性就是应该有这个别解脱戒的戒律。如果别解脱戒的戒律没有，处理性没有的话呢，不要说是学什么大乘佛法或者说学密宗连在三界轮回当中都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向时时刻刻的是向我们无论是转生到人道、天道、地狱、胖生哪一个界当中，都是一种痛苦的本性，犹如火灶一般不离痛苦。因此我一定要从中获得解脱，这就是我们的处理性。那么第四层内容呢，学习佛法必须要有一种人格没有人格的话呢，学习佛法的这个资格没有什么叫做人格呢？人要善良一定要顺顺他人。什么叫顺顺他人呢？我们不管是住在任何一个环境，与人和人教导的过程当中呢，不要跟别人发生矛盾，自己做一个非常老实的非常善良的人就这一点呢做人的基本要求。如果你做人的要求都没有的话呢，就像一棵树的根没有的话，那就是上面的开花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现象。同样的道理，你基本的人格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处理性菩提性然后这个密法的这些境界中观的境界禅宗的境界都没办法说就这是第四个问题，就是要做好人。第五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你学禅宗学密宗，大家一定要发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呢，实际上就像是净土祖师们说这样的一样凡夫人也是很容易往生的。
如果我们期望其他的差度的话，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呢，我们在座的人啊，不管你学藏传佛教、韩传佛教，都要好好的发愿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前除往生极乐世界的两种谤法罪和造物见罪的这个两种这个因，然后尽量呢就是具足顺缘。什么顺缘呢？就是我们净土教员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啊，就是四种因。所以我像今天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个介绍，也就是说呢，法王如意宝一生当中啊所讲的这些法要呢，可以包括在这个大家精勤的修行无上密法，发菩提心，发出离心，做好人，往生极乐世界而发愿，就是这么五条啊。就这五个当中呢，就是所有的高僧大德们的教言都包括。因为我像我们大多数的就面对这个电视的有些道友呢，大多数是城市里面的人呢、啊、城市里面的人呢，我也知道是你们非常忙，只不过你们有些人呢、啊，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呢，大家集中学习，这种精神是非常的可嘉啊，就真的我都非常就是一方面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也非常感谢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跟我们不相同的，我们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温室呢就是放松下来，就是可以休息一会儿，而你们呢在这个这个没有到星期六和星期天之前呢，就是忙着你的工作和忙着这个家里的事情。本来星期天的那两天呢，可以这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呢，你们很多人发现大家集中在一起，好好的这个学习如菩萨行人当有关这个论点，这就是我想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应该说是你们的一种这个非常精进的一种表现啊，就是这是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个开讲如菩萨行论以来，好多人可能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几乎都没有这个休息过了啊，就是几乎没有休息过了。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这个精神是非常可嘉的。我希望呢，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毅力。没有毅力的话呢，别说是成佛，连世间的一些工作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呢，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一个严格要求啊。有了严格要求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学习佛法呢，会这个成功的。在你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违缘呢，遇到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障碍的话呢，都不要这个屈服啊，就不要呢在这个障碍面前倒下去了。跨下去了，这是不合理的。因此呢，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们呢，应该在这个有空闲的这个时间当中，大家好好的集中学习啊。就是同时呢，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技术就是发展的这个同时啊，我们要运用起来。那么运用的方法呢，也是多是多样的。因此，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就是回答就是能回答问题的一些法师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方面呢，就是给你们也是创造了一些这个方便。那么我们这个许许多多的一些法师和一些这个居士大德的话呢，就是也给我们这个提供了很多弘扬佛法方面的这个方便。所以我们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给集合起来，应该同心协力呢，就是将大乘佛法尽量的在这个弘扬在这个事件当中，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应该有是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呢、就是有这个这个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啊，下面呢我我念一下那个舍利道格的藏文的传承呢、Number Jarva Tirtum Hair and Jarvis or Neon Dabjet by Mizemjola, I'm going to Jerkin Yisir, Tindiko, Jinjahor Jono, Tarjini. Stan Mizemjola, Mambrams of the Lavians or Goster Doba, Lavians or Goster, Nyamboy, Chuto Pirchers, Herbert. On that Gomna Dava, Jugger, Jurjan, the Conar Nyambo, Hornian de Huarton, Tom the Don Chapi, Carzon, Hun Carmon Sosa. Lagzide, Horkund of Zandar Karam Yama, Tilgara Kishir Nyanjo, Nama, Ninjurong Corby Simpson, Nama, Tam Dei Sala, Wuyonship
今天，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安排的是从8点到9点半之间1个半小时，但我想今天呢，我念的传承就念得比较快，这样以后呢还有半个多小时，应该我想，大概我们全部加起来1个小时当中就结束，也应该可以。我们这个，菩提讲堂里面的活动呢，应该到9点钟结束可以。所以接下来过后呢。我想我们有些道友想提出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就利用半个小时当中，我们也顺便，就是做一些佛教方面的探讨和交流。哎，师傅您好。你好，听得见。你好，我有一个听得见哈，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天津塘沽的居士。哪里呀？啊，天津塘沽，哦，好，塘沽居士，对，我们把这边来做过来，在天津的，我有点紧张，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所知障？表现在什么地方？所谓的素质法，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了解的外面的一切玩法可以叫做所知法。所知法的范围如果广一点的话呢，那么有为法和无为法都可以包括在所知法当中。也就是说，有识法和无识法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可以包括在我们的这个所知法。什么叫所知法？就是我们的人们的分别念所了解的法，也可以说。或者说佛陀的智慧所了解的法呢，都叫做所知法。哎，上师您好，你好，上师，哎，听得到吗？听得到。上师您好，祝您法体健康，长久，就是法轮常转。好。啊，给你放歌。顶礼上师。嘿嘿。上师老人家你好，上师老人家你好。哎，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吉林省，我们是吉林省双流市的菩提学会的道友。啊。那个我们现在有20人在那个听您老人家的传承和开示。好。那个我其他道友呢，还都没有过来，因为场地有限，所以那个在。其他场地也有在听听老人家开示的，啊，好好好。那我现在也有几个问题请教您上师，好。
上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文思修的概念，上师，就是虽然在有些资料上看过，但是不是很清楚。嗯，上师开示一下。是这样的，什么叫做这个文思修呢？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经论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必须要依靠一个上师，那么上师呢就宣讲佛法，宣讲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听闻，听闻的过程当中会获得了一种智慧，就这叫做是这个闻所生慧啊，闻所生慧。然后我们听闻了上师的法之后啊，上师所宣讲的这些内容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思维，心里面就觉得是这个是怎么样理解，它的作用是什么，功德是什么，这样继续理解，这叫做是这个思，也叫做是思所生慧啊，就是思所生慧。然后自己所思维的这个内容呢，再进行这个修持，进行传习，这个呢进行传习的过程当中，自己所得到的智慧呢，就叫做是修所生慧。比如说我们首先根本不懂万法无常，然后在一个上师呢给你传讲无常的道理，就是这叫做是闻所生慧。然后无常的道理讲完了以后，你自己反反复复的再次的思维，到底是不是无常啊，七世界和有情世界所有的这些万法怎么会是无常啊，自己再三的观察呢，这叫做是刚才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思维。然后知道是万法的的确确是智慧是无常，那么光知道无常也不行，你再进行修持，每天都是你打坐啊，就是修万法无常，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相续当中真的这个万法无常的这种概念智慧呢，永远也不会退转，就是这叫做是修行。所以这个文思修行的大概的概念呢，应该这样来理解。感谢您上师，感谢上师，上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净土教研和用心论中都有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但有的道友说呢，无量寿受经中说极乐世界也有阿罗汉或者凡夫，他们就有点不太清楚了，请上师慈悲开示。是这样的，这个极乐世界呢，有些论点当中也说是有凡夫有阿罗汉，但是他们呢并没有就是没有发菩提心的，因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前呢，有些老太太可能是不一定有发菩提心的，但是你往生的时候，她的相续当中一定会是有菩提心有菩提心的。所以在极乐世界当中啊，阿罗汉的话呢，应该是阿罗汉有大乘阿罗汉和小乘阿罗汉，就像目犍连和舍利子的话，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发菩提心的大乘阿罗汉。然后我们凡夫人当中呢，应该也有发菩提心的凡夫人和没有发菩提心的凡夫人，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夫人的话呢，一定会是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凡夫人。因此我认为呢，凡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一定是会具足菩提心具足菩提心。因为无量寿经也好，然后其他的人和佛经论点当中呢，都没有明确的制定说是发菩提心不需要不需要发菩提心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没有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说法呢？就是往生极乐世发菩提心以后呢，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种这个经文的观点呢，应该这样解释。上师你好。你好，我们是湖北十堰的弟子。哦，我们在这里很激动。我们很多没见过您，但是在这里能看到您，很高兴。好看吗？好看吗？哎呀，太好了！我像见到你一样。我们上次还到武林拍学院去了。我们有一个问题向上师请教。好。请上师开示。好的。
就是在学入行论的过程中，我们有的师兄呢，中间有的课时没有看上师的录像，过后呢看了上师的这个入行论的讲记，而且呢反复看了，像这样的这个断了，中间断了以后，会不会是断了传承？请上师开示。所谓的断传承呢是这样的，最好这个声音呢从头到尾要听，不管是你以前全部听完，或者是中间断了的话呢，最好再翻过来，就是自己中间没有听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在这个介绍。因为看书呢，虽然内容方面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在耳边没有听书这个声音的话呢，这个传承就是得不到。因此呢，以前如果中间断了，或者是中间没有听完的话呢，应该最好全部听，再重新听一遍，或者说自己个人呢就不一遍，有必要的。好，谢谢上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师在这个入行论讲记中也说了，对发了菩提心的人生起了嗔恨心，会有很大的过失。那么我们这些在上师的开示下，或我们都发了菩提心，那么在与别人的接触过程中，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对我们发出了嗔恨心，这样会不会使他们有很大的过失呢？啊，谢谢上师，请上师给我们开示。是这样的，因为发菩提心呢，的的确确是，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对境，对他升起嗔恨心呢，应该说是按照秘密方便记呢，大乘庄严经当有关佛经论典当中都说了是有很大的过失。但是从反过来说，发菩提心的话呢，也是非常严厉的对境，对他升起欢喜心，对他升起饶益心的话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是这个孩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通信道友呢，一方面应该了解，就是发菩提心是严厉的对境，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要这个注意。如果对别人呢就产生一些嗔恨心呢，产生一些恶心的话呢，立即忏悔啊，立即忏悔。因为我们现在呢也懂得忏悔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用金刚萨埵或者是用拜字名呢，这样来忏悔的话，那这个罪业呢很容易得以清净。因此说呢，我们非常就是荣幸，就是现在不仅呢遇到了大乘佛法，同时呢也遇到了有这个忏悔的这种机会的一些法门。所以说在大的问题上应该说没有的，但是自己呢也需要就是时时刻刻的要注意。谢谢上师开示，祝上师健康，好，长寿，永远长治的法轮，沙西德勒，沙西德勒，顶礼大师，好。弟子来自哈尔滨。好，我们有五十多人现在。哦。有。好。哦，那我们就直接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大师。第一个是若有家人阻止信佛，学习家人也阻拦，平时家里无法供佛，白天单位比较忙，但是还是很想发心为众生做事，那这样的话该如何修行？刚才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你再说一遍。若有家人阻止信佛，
学习家人也阻拦，平时家里无法供佛，白天单位也比较忙，但是自己还是很想发心为众生做事，那这个时候该如何修行？是这样的，应该我们所谓的这个学习佛法呢，不仅仅是在外面的一些形象上就做出一些事情，应该从内心当中啊对这个佛有无比的敬仰心。当然我们有些人的家庭状况和很多情况都不一定是相同的，有些人很想学习佛法研究佛法，而且以大乘菩提心的这种理念来饶益众生，可是你刚才所讲的一样，家里也是对他制造违缘了，单位也制造违缘了，这种情况是应该是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自己的这种道心就永远的不能这个退，应该呢从内心当中念经啊、看书啊、放生啊，尽心尽力的做。尤其是我们遇到这个违缘越多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的这种这个发心发菩提心的这个心性呢越来越这个坚强，越来越坚定，这一点有非常的这个必要。所以说呢自己的这种家里也进行助难的时候，有些人呢他的这种道心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因此呢我想是这样，自己有信心的话呢，在外面的这个环境呢不一定是对他有阻碍的。谢谢善师。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有定业能不能转的一个问题。那在很多佛经里面不说众生的业力是自己自作自受，并不能够代受，但是显现上在还是有很多善师可以为众生代变。那么这样的话，众生也就是说圣者或者说佛陀他们能不能为众生代变？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就是把众生自己所做的业就不可能这个成熟在别的众生上面。也就是说，以前呢，佛陀在这个《白衣经》当中也这样讲的，自己所做的善业或者是恶业，不会成熟在外境的地水火风上面。也不会成熟在其他众生的相续上，一定是自作自受就是自作自受。这是我们从这个中的业因果的原则的角度而讲的。当然我们有些高僧大德也好，有些诸佛菩萨呢也是替众生这个代业，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的这种价值力，他们的发心力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减轻其他的这个众生的受，众生的这种痛苦。这个原因呢就是诸佛菩萨和这个高僧大德们的这种价值力，他的力量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呢应该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一般来讲任何一个人他自己犯了罪以后呢，按照法律来讲呢也可以在法律面前的话呢就是必须自己要成熟。在法律面前的话呢应该按照法律的这个程序来讲呢，众生自己所犯的罪业呢必须要自己这个成熟。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应该说是所谓的这种定业就是定业转变的情况呢，智慧光尊者在功德藏的知识里面呢有光说，以后我们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学习。我最近呢也正在这个翻译，就是这部论点。我网上给你们传述一个皈依三宝的戒，这个皈依三宝的戒呢也实际上是别解脱戒里面的这个一分呢，其他的这个一拐经他没有带。南无本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僧伽雅，南无本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僧伽雅，南无本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僧伽雅。喇嘛拉加尊者，上界拉加尊者，求拉加尊者，给那拉加尊者，自尊成就自尊救灭，将自尊南本道当等龙尊名不自尊解，自尊般若心作修。其他人如果也想获得这个
皈依三宝的戒的话，那也同时应该获得了。吉祥，我们是哈尔滨，上师吉祥，我们是哈尔滨二城市冰山菩提学会。哦。净会小组另外一个小组。哦哦。我们是净土中的一个念佛堂。啊、哦，很好。我代表小组十四人，请上师开示。开示什么呀？我们念佛堂正在学习入行论。嗯。有两个问题。一个，请上师开示第一个问题：关于送往生念佛，应该是八小时还是二十四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搬动逝者遗体，如何能知道是往生净土还是往生其他道？如果亡者身体僵硬，是否往生？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净宗念佛堂，有时做果实供不明白，请上师开示。好的，那个你们净土宗的这个学习这样的入行论呢，我也是有种的学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学习入行论呢，应该有很多上师的弟子，也有净土宗啊、参宗啊、化缘宗啊，还有这个密宗、天台宗等等，就是有关宗派的教徒也有。那么你们说题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往生有些道友往生的时候呢，应该按照我们这个佛教的有些真实的传统的话呢，他的遗体最好是在两三天当中不要动，最少也是三天当中。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其他的道友对他进行助念，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如果你动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仪轨的话，那当然尽量的对他这个念诵。如果不动其他的仪轨呢，也这样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都非常好的。一般我们人死了以后，不管怎么样，在四十九天当中呢，对他的每天的做一个善事呢，就是不能间断的。每天呢，最好是有人对他念这个念佛，啊，就是对他有人念佛，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仙宗密宗都是相通的啊，就是仙宗密宗都对这个观点应该说相通的。然后关于对这个尸体的有些这个尸体的这个僵硬呢，尸体的这种这个如何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因此你们呢，最好是一些大乘的这个教言来看，真正是他的这个往生或者是没有往生呢，从最后的这个天气啊，最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瑞相来也能了知的。当然这个身体僵硬的话呢，有些论点当中也说是只是一种往生的瑞相。上师，哎，请问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净宗念佛堂，有时那个做果实供不明白，请上师开示。做活事会供的话呢，其实他在密宗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供的，比如说我们做活事呢，在世间当中有心相为恶鬼的一些鬼神啊、魔鬼啊、妖精啊，他们呢依靠我们的这种相眼，依靠我们所烧的这个火的这种眼耳呢，就是得以这个从事。通过我们的念经、念咒语、念佛号，然后呢给他进行一些烧这种眼眼的话呢，那么他们都会得到了这个利益，有些呢甚至得到了这个解脱。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就按照这个仪轨来进行给他奉送的话呢，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如果你作为一个净土宗不懂这方面的道理的话呢，不管怎么样好好的念佛呢，实际上对这个人和废人
归生一切众生呢都有非常大的利益，因为阿弥陀佛呢的的确确也是指一切万法的这种一切诸佛的这个终极，一切诸佛的这种慈悲智慧集聚一体的佛陀。祝上师身体健康，永久住。谢谢谢谢。喂，上师您好，我们是天津市大沽区的居士。好的。小组。好的。我们有两个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家居止学佛，可是我们接触的一些人不是学佛的，特别是家庭人员，他们让我们吃鱼虾和肉等，我们不吃，家人有意见和烦恼，请开示我们应该如何做，如何对待。那么家人如果吃鱼虾他们有意见的话呢，然后他们吃鱼虾呢，你们也应该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吃鱼虾呢，你也应该提意见。第二个问题，我们家里供了一些佛像，一般都是装了藏的，但是在夏天都会出现很多小虫子，请开示我们如何对待。他说什么装藏什么？佛像出现成功，我们的佛像供的佛像装藏，装藏里会出现一些小虫子在下面。啊，那个装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装小虫。我们应该装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装小虫。不是，装小虫，小虫是在夏天里出来的。还有啊，这个啊，给你看过。啊，我是湖南常德神门巷菩提一族的学员。啊。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以后呢，那个他们委托我向你请教几个问题。嗯。第一个，什么是一地菩萨？第二个，什么是登地菩萨？第三个，什么是狮子座？请上师开示。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一地菩萨呢，实际上是你们，分辨的时候多看一下那个月称论师所做的如众论，如众论当中已经讲了，第一地菩萨的，这个，定义啊、分类啊，还有第一地菩萨的功德都已经讲得比较清楚，或者说你们网上可以查一下《师地经》，在《师地经》当中呢，第一地菩萨的，道理呢讲得比较清楚。一地菩萨和登地菩萨呢，登地菩萨就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统称为是登地菩萨。然后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狮子座的话呢，那么这是这个密宗当中的特殊的一种做法，一般来讲德国观定一合呢才可以进行宣说。看不还可以问一下，我想那个想得一下那个古萨里的传承，不知道方便不？哥萨里的传承，我待会儿看一下吧，有时间再念一下啊。好，谢谢。喂，上次你好。哎，你好。我们是辽宁市的居士。啊。我叫严宪。啊。祝你老吉祥，扎喜乐。别投降了。现在是转。哎。哎，是转不上了。我那个我们小组的这些组员都在这儿呢。我有。他们推荐我提个问题。哎。人死了以后灵魂还分男女老少不？什么？请你老人家。人死了以后男女老少，看他这个变成到什么样的众生。如果是中阴身的话，那就是他在自己的自信当中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转生到其他的众生的话，当然也有年轻的也有老年的都应该可以转生。谢谢。他有一个就是那个
什么是不思议变异生的人？什么？请您老人家开示。什么是不可思议变异生死？什么是不思议变异生死？不可思议的变异生死呢，也就是说获得生者的果位的时候啊，他可以依靠自己的意识身体来前往清净的刹土，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身体就叫做是不可以变异生死。这个十地初地为种子，二地为芽，三地为苞，四地为叶，五地为花，六地为果，七地为圣种子，一至八地为无为一，九地为那个有进求佛生慧，十地为决定心。这十地一共呢，哪地为立生弘法最有力呢？请你老人家开示。这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都是对众生有利的。都有的。对。那就谢谢了。